鹿港杨厝社区为了要照顾社区中者的健康，是邀请红道老人基金会来办理研发体能体验班，由老师带领长辈跳健康操，让因活得健康佮快乐。为了照顾社区时代健康，由厝社区特别甲红道老人基金会来办理这个体验班的活动，透过这个适当的运动，帮助时代来活动筋骨。我们阳朔社区哈，关怀据点，就是到府上探视服务的时候，咱发解跩时代，逐工在咱厝内哦，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构想，来跟那个红道基金会来商讨，说是不是会当来咱社区来做一活动。到阮遮时代安怎来运动，安怎来做些健康操？阮遮时代呢，平时啊呢，会当为着因的身体，个人出来做些健康操，让因的迄个筋骨较灵活。所以因啊，大家当家做个安尼津津乐道安尼。所以我相信这款运动做个时阵哦，对因的身体来讲，绝对是有帮助的。哦，较袂安，大家当家坐条条安尼袂颠袂动安尼，给他们动一下。活动辛苦，为着伊个身体，为着伊个健康，所以我当家嘛真感谢这个红道基金会来到咱个社区天灾时代来做这款个服务。这个健康操并不是轻彩跳跳的，全部的动作都是有经过设计加研究的。我们这个课程是由彰化县政府八大生活圈的欢喜学堂计划里面延伸出来的课程。那课程我们会请专业的教练来帮我们安排一些简单的动作，例如像手转。水龙头的动作，然后做一个扭转的动作，或者是模拟我们在走路，但是是用安全在椅子上踏步的动作，那增进长辈的心肺功能以及肌力的部分。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课程，让长辈们就是用一些简单的运动，可以增加那个身体的生活机能，然后增强他们的运动能力。时代大家拢跳到非常的欢喜，完全拢无人话忝。我感觉真好，身体加足轻松嘞，老师家会困难袂？袂困难，大家来遮足趣味嘞，运动一方面啊，运动一方面哦，大家足趣味嘞，运动看手摇就较袂多侪无聊啊，侪人运动无较袂无聊啊。社区嘛希望透过这个体验班，帮助时段适量的运动，让因大家会当活较健康又个快乐。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